最近大环境不好，我也不想逼大家天天加班啊，但 KPI 摆在那儿，不加班根本完不成啊。对，你说的对。龙爸，下班卡。你是过来人，你得给大家做好榜样。下班卡。啊，我会注意的。啊，这两个月下班。东东，下周文艺汇演你一定要好好准备，不能偷懒。挑几首不同风格的曲子背着，多牺牲个人时间练习，争取入班奖。放学。老婆，你看你看，我有一根特别长的腿毛。是哦，好长哦。妈妈你看，我涂了一个好大的鼻屎球。哇，真厉害。老婆，今天的脚好像特别的臭。你自己闻去吧。啊，去。妈妈你看，鼻涕拉丝了，好长哦。做自己。